今天分享一款孩子们超喜欢的薯片沙拉虾。先来准备几只大海虾，虾清洗干净，去虾头剥壳，虾开背部取出虾线，锅里放入水，水烧开，放入虾煮1分钟，捞起放装有冷水的碗里备用。准备半个芒果，芒果切半开刀花，再切成丁状，准备半条黄瓜，把黄瓜切条再切成丁，将黄瓜和芒果混合在一起，加入沙拉酱、芥末、糖，芥末可以少放一点，但一定要放。搅拌均匀。准备几片薯片，薯片最好是选原味的。放上做好的沙拉，再放煮好的虾仁，如果喜欢的也可以撒上黑胡椒或是迷迭香装饰。脆脆的薯片加上甜甜的芒果和脆口的黄瓜，口感丰富，层次分明，这样就完成了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按上面的小铃铛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感谢您的支持。